For my life, can't say that, girl. Don't tell me you could say that shit. All she want is payback for the way I always play that shit. You ain't getting nothing that I'm saying. Don't tell me you ill. Nothing like them other motherfuckers. I could make you rich.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景峰啊，欢迎收看新的一期韩范啊。今天咱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库乔尔镇，在开始之前还是非常感谢 NF 提供的场地和非常帅气的车标啊！我一直嚷嚷给大家拍帕拉梅拉的这个行政啊，其实我昨天特意连夜看了一眼所有的帕拉梅拉配置单，今天不聊别的，不聊保时捷的历史，也不聊这车在现在的市场的定位，咱们只聊如果您现在已经有了购买帕拉梅拉的欲望，你需要花多少钱你才能把这台车整回家，那你又需要花多少钱去买你心仪的配置，或者你需要花多少钱绑定才能买到这些东西呢？非常麻烦啊。首先来讲，现在你面前这台车是123万8000的开标价，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现在你随便去保时捷 4S 店就能买到的一个帕拉梅拉的行政加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这台车选配完了大票是180万的大票，上完消费税上完购置税的话已经达到了200万，所以说保时捷啊，你真是太坑了，真是你这开标价就是一毛坯房，你知道吗？里面你要想精装修，里面你要想搁家具，你就必须得选配。而且呢，在中国我一直觉得经销商啊对咱们不太友善。为什么？如果你要裸配，你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现车已经给你配好了，那它也不叫裸配了，你必须得强制加装多少多少钱的配置，它才会提前的在那边给你制造，再加上入关啊、进关啊、清关啊，到您面前的时候，这台车基本上已经得有6个月的等待时间了，所以说真的是特别坑。但当然一样，比如说您花50万选配和您花100万选配，那到岗的速度可真的不一样了。这话别说是我说的，今天咱们就细细的来聊一聊帕拉梅拉的配置。首先，咱们来看一眼外观啊。外观来讲，漆面是最能烘托出这台车主人对这台车的定位和这台车主的这个岁数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这台灰色吧，是覆盖面积这个比较广泛的，灰色、黑色、白色这三原色，我觉得还是根据个性可以调节一下的。那当然，保时捷除了黑白这两个标准的漆面，还有10种金属漆供您选择。这10种金属漆里面，我最为喜欢的，除了这个火山灰啊，还有一个叫曼巴的这个绿色，那个绿色真的特别的漂亮。但是作为行政这种偏向于商务的车型，我觉得选那个颜色感觉有点不搭嘎，有点不着调。但是如果您是一个偏向于运动的帕拉梅拉的设定的话，您一定可以尝试一下那台绿色，真的太漂亮，特像一个曼巴的毒蛇，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你在等灯的时候啊，你就停马路中间，真的那回头率真不比超跑差。那还有两种颜色我一直特别钟爱，那就是什么 GT 银。这个 GT 银特别像 GT2 RS， 就是保时捷里的纯赛车的 GT2 RS 里那个颜色。那当然除了这个银色，还有918那个液态金属银，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看。除了这两种我本人比较中意的颜色，还有两种比较葛的颜色，一个就是紫水晶。那个紫水晶其实从第一代10年的帕拉梅拉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去选了。最后就是保时捷最为经典的胭脂红色。胭脂红色一直是一个保时捷自己特别特定的一个性能车的颜色。那当然漆面这个东西还是看您个人，您喜欢什么您就选什么，您也别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帕拉梅拉这款车的定位来讲，它就不是一个非常固定化的一个车型，它本身就是保时捷造出来一个类似于杂交的产物，所以才会这么复杂。那我给大家讲一下，现在保时捷一共有多少台在售的类型的这个帕拉梅拉，一共有15种。这15种您如何非常详细的区分出来？您听我说，别慌，咱慢慢给您聊。您千万别觉得啊，有这个 hybrid 什么，有这个加长吧，又有 turbo 吧，又有 Gran Turismo， 不用看英文，咱就拿中文给您讲怎么区分。它只会有长轴和标轴，那咱现在这就是长轴，标轴后面啊就是没有字母的，那就是标轴。两驱和四驱，两驱后面不会写2，四驱后面只会写4，明白这意思吧？之后就是混动，有 hybrid 绿色标识在车身覆盖架上的，那它就是一个混动车型。那还有什么高功率大 S 的？大 S 的高功率呢，就是您把这个当做一个加减法去算就行。比如说后面是没有数字，那就是两驱；带数字就是四驱；有绿色，那就是混动；带 S， 那就是高功率版本。那如果您说后面带 turbo 的，那恭喜您，您已经看到了200多万以上的开标价的帕拉梅拉了，它就是 4.0T 双涡轮的 turbo 8缸啊。聊了这么多动力床，咱不聊，咱还是聊配置啊。
来到前面，您现在面前啊，看到了这款全新的保时捷照明 LED 系统，这个需要花多少钱啊？整整30,000大洋，您就可以买回家了。在当时我选配的时候呢，它总共有三个价格区间供你选。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保时捷的 LED 照明系统，它只需要花10,000多块钱。但您想啊，大哥，您这个车啊，100多万的车落地小2秒的车，您花10,000块钱选一灯，是不是有点磕碜？那我就选了30,000多的 LED 全新升级的 Plus 系统，这个其实是一个矩阵大灯，一个总成啊。当然了，我觉得反正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它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四个点的这个日间行车灯。如果您觉得这个灯还不够帅，您还可以多花7,800块钱去选装一个熏黑的保时捷全新照明系统啊。当然造型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一直说就是买灯为什么我会去选择30,000块钱这个价位去选，是因为看人嘛，心看眼睛，这车也一样，你第一反应就是这灯如果凶了，那这车一定看着就会特别凶。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保时捷的全新动态照明系统加矩阵大灯总成一定要去买，需要30,000多，这个已经钱已经花出了。之后就是来到咱们的前杠啊，来到咱们的前杠呢，保时捷也单独的为您推出了一个非常有这个空气动力学的前杠，它这个叫 Sport Design。一个 Sport Design 的前杠要70,000块钱，我觉得这挺坑的，说实话。因为帕拉梅拉这款车本身也不是为了跑高速啊，或者说是跑一些赛道去准备的，您花70,000块钱去选择一个空气动力学的前面的一个前盖套装，我觉得有点不值当，这个东西看您自己。但是我本人来讲呢，我觉得加了这个套件会让整个这个前脸配合您的这个 LED 的大灯组成啊，会显得更加的凶残一点。你看现在我花了70,000块钱，感觉出来这个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您别着急啊，比这个 Sport Design 还有贵一点的，就是您再多花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就是小8万块钱，在这块儿你可以喷成高光的啊，就它这个配置叫高光啊，高光喷漆就可以和你的车身颜色相符，看起来就更加的搭配了，是不是特别凶残？反正我觉得啊是特别的喜欢。前脸上呢大概也就是这样了，那咱们来到了侧面，首先来讲真的太长了，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太长了。就是它这个感觉，这个造型是真的特别运动，感觉就是特别高傲那种感觉，哎，那种流线型造型啊，反正我是特别喜欢。而且它还是保时捷造出来的四门车型，但是说实话啊，大家跟着我看一下这个轮胎啊，还有轮毂，全车啊，全系帕拉梅拉最贵的配置就出现了。如果您看到的这个卡钳原厂出来是黄色，那恭喜您，尊贵的保时捷车主，您花了14万选配了陶瓷复合制动系统。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您看到了一台帕拉梅拉上装了保时捷专享的啊陶瓷制动系统的话，我只能说，嗯，有钱，真的太有钱了。你把一个家用车装了一个陶瓷刹车，真的有点太夸张了。看人心看鞋啊，那保时捷一定有超级多的种类的轮毂和不同价位的轮毂供您选择。就是有多坑啊，我跟你讲啊，就是真是没有你想不到，只有你不舍得花钱买的。所以说它这个价位囊括了0元啊，就是1毛钱不用花，给你一个19寸的小钢圈，太磕碜了，兄弟们，那跟那钢圈那质感，感觉就配了一个20万的车。没错，你觉得小是吧？后面有20寸的 Turbo 原厂处，那个大概要2万多。但是你们现在面前的啊，搁这个啊完全不一样，搁这个叫黑玉色 Sport Design。你没觉得听这名字就感觉特别昂贵吗？70,000块钱买一轮毂啊，大哥，我买一 Fogliato 才多少钱？也才70,000块。但是呢，原厂的保时捷出来的东西啊，它确实不一样。21寸的这个大钢枪配合这个加长的车身，反正我觉得整体的效果一定不会让您太失望。所以保时捷的钢圈，我劝您可以选。如果您外面有特殊改装需求，你也可以不要钱，外面再去改，这个无所谓啊。那来到了咱们的侧面啊。来到侧面坑的东西就更多了啊，房镜，这壳子想选拿钱，7,000-8,000块钱给你搞定了。包括特别大的这个进气口啊，你要想选也可以弄，也是几千块钱。但是整个我觉得精髓的侧面的精髓是什么呀？就是它这个底大边，你可以现在看到这个底大边的这个材质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材质。如果你要选16,000多块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也可以选一个 Sport Design 的一个版本，但是基本上我看到的是没有人会去选的，我觉得没意义啊。隐私玻璃一定是你行政车型必须要选的，因为在后座上你会有商务需要啊。很多人就会说，
啊，我出去我贴一玻璃膜不就搞定了？没错，您确实贴一个玻璃膜，您就可以搞定了。他看不见里面，里面也看不见外面的这个情况。但是这块专门选的玻璃要30000，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隔音隔热加隐私玻璃，保时捷真黑呀、啊！两块玻璃要30000，我觉得比普通车的门都贵了啊！咱们来到后面，这个标识呢，就是专门给行政加长啊的特色啊。这个呢，你要不喜欢，你可以把它除掉。当然，保时捷总算出现一款不要钱的服务了，就我可以免费帮你把这个给你抠掉，你知道吗 ？OK， 那咱们来到了后面啊，来到了后屁股啊，可能保时捷。帕拉梅拉18款最吸引我的就是它整个这个贯穿式的尾灯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咱们要聊的生意可就太多了啊。第一个就是这尾翼啊，这尾翼电动尾翼不要钱啊，1238000的车电动尾翼是不要钱的啊。但是我强烈推荐保时捷，如果有一天您能给普通的帕拉梅拉选装 Turbo S 的那个折叠式三段尾翼的话，我一定愿意花50000块钱以里的配置去买这个电动尾翼，因为实在是太夸张也太帅了。但我估计保时捷这么黑心，那一尾翼不卖100000块钱，我估计都够呛啊。你会觉得我这尾灯特别帅，为什么啊？因为我花了10000多块钱给它熏黑了，这个也要熏黑的，兄弟们也是要钱的啊。只要你觉得帅的地方没有不要钱的，那到底下这个更夸张了。你现在可以看到我整个的这个排气非常非常的运动啊。所以我一直觉得帕拉梅拉这车特杂交，因为我选了一个行政车型加长，但是我还想要它有点运动的感觉，就跟性能车似的啊。双边四出的这个尾喉呢，分2种颜色，银色和黑色。记住了啊，只是这几个尾嘴啊，这四个尾嘴要10000。原厂的双边双出方尾喉，但是现在你只需要花10000块钱，你就会变成双边四出的运动排气了。但记住，它只是尾嘴，它不是运动排气。如果您要花运动排气，要40000多，不到50000。但是，确实有这个必要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配置来讲啊，你们需要考究一下。但是这个尾嘴造型确实是可以选的，因为毕竟好看啊。所以整个这个后屁股就聊完了。在外观件上面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选的，就必须也要选的，就首先是第一个，就是保时捷的动态照明系统，这个 LED Plus， 这个30000多是你必须得花的。那它前面的这个 Sport Design 的这个前杠，这个非常符合空气动力学这个前杠，您看看您需要不需要花70000块钱去选这么一个杠？那还有什么需要选呢？就是颜色，我强烈推荐您别再选黑色和白色，一定要选保时捷不要钱的原厂金属漆。外观上就这几点，还有就是轮毂。轮毂的话，我推荐您最少最少也要买20的轮毂，要不然实在是太磕碜了。那咱们现在啊，你们都特别想看新款的保时捷车里到底有什么配置需要你选，跟我走一走。5.0进入，5.0启动，必须得有啊！当当当！OK， 那咱们现在坐在车里啊，第一点，嘘，点气门。哎，还算人性化，就是什么呀？5.0进入，5.0启动加电气门，还好，我求求你了，真的不要钱了啊，这不要钱了。到了内饰，那您能选的那就更多了。在外观件上呢，肯定大家都觉得啊，这么一个车它没太多可选的，但是到了内饰变成自己的世界了，您想选的可太多了。首先来讲，我先做了一个座椅，保时捷是帕拉梅拉上是不能选任何的座椅的，但是你可以选任何的配置在这个座椅上。它只有一个14项的横纵调节的这种真皮座椅供你选择，它并没有什么赛道座椅啊，或者宽一点的座椅、窄一点的座椅，所以座椅不让选。之后就是什么，这台座椅上你可以选择的有座椅通风、座椅加热，还有座椅按摩这三个选择。我强烈推荐啊，座椅按摩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不错啊，一边开车一边有人给你摁着 massage 那种感觉不错。那之后呢，你上车了，你握上方向盘了，你会发现哎，这个座椅舒服的同时呢，这个座椅记忆也是免费送你的。所以说座椅记忆并不能成为选配，它是一个标配了。咱们继续说方向盘啊，这个方向盘上如何区分一个保时捷帕拉梅拉全车最最最为重要的配置，那就是这个。这个旋钮是非常非常的夸张，你可以看到这个旋钮啊是单独从方向盘里出来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Sport Corner， 这个就是咱们传说中的保时捷最为经典的 SC 组件，配合疯狂的 BDK 让保时捷成为了非常夸张的一个赛车
有赛车基因。它有四个选择可以选择，非常第一个就是这个零啊，这个零就是 normally， 就是普通模式。之后 S 大家都懂 ，Sport S 加 Sport Plus。还有一个 I individual， 就是个性化定制。为什么我一直说 SA 组件是必须得选的，而这个组件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因为 Sport Kono 这个套件其实真正不是要买它这块秒表，而是要买的是它对底盘、变速箱和发动机的一个升级的调校，哎，让它达到一个类似于赛车模式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会有四种模式可以选择，而且在你行进当中，这个钮不但是可以旋的，还是可以摁的。当你摁的时候，它会有一个20秒真男人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你在超车的时候，它类似于你的疯狂的切换模式了20秒，来达到一个大扭矩的输出和高性能的输出，啊，非常保命啊，老板逃命车。而且这个20秒真男人，所谓的就是行进中弹射，非常非常性价比极高的一个套件，一定要选啊 ，Sport Kono SC 组件啊，三万真的不贵，一定要买啊。说完了这方向盘尺寸，我是非常喜欢，但是它是一个全部真皮包裹的方向盘。如果要我选，我会选择什么？我会选择碳纤的方向盘，碳纤方向盘加大拨片，10000块钱，你可以让这台车感觉完全不一样。那现在我给大家点火啊，通个电，你会发现它中间一块单炮的这个造型和四边的这个小的 LED 液晶屏形成了一个啊视觉的这个效果。那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给大家切换一下，哎 ，S。Sport、Sport 加和 Individual， 哎，大概它会在这边显示啊。别看这个小小的中间这个炮筒啊，你有三个颜色可以选，黑的、红的还有白的啊。这三个颜色你知道花5000块钱，你可以让这个表盘变成非常不一样、个性化的定制哦。当然，随之变化的还有中间这个 SC 组件的秒表。这个秒表呢是非常有这个历史传统的啊。它呢也可以选三种颜色，也是5000块钱。但是如果搁我的话，我会选择一个碳纤维的方向盘，10000块，5000块的红色的这个跑表和红色的指针啊，这个大概就是20000块钱，看起来让你的车非常的战斗啊。那咱们之后聊到了咱们一直特别喜欢的中控台，我最为喜欢18款保时捷的就是它的挡把，它的这个挡把造型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它成为了一个。不再是物理式的挡把，而是一个电子挡把了。它只需要是这样，这种感觉去搬动。而 P 档落锁这个 P 档的这个驻车键呢，是跟路虎一样需要单独摁出来的。我是非常喜欢这个造型啊。剩下的大家最为喜欢的，一定是这些已经取消原来物理按键的这些科技感的触屏按键了。这触屏按键特别漂亮，我先给大家着车啊。这个触屏按键呢，它就变成了一个传说中的这个指纹收集者了。这个指纹收集者呢，我已经在外面贴完膜了，哎，就是这种防刮的膜，因为它的耐久度一定会大大的降低。那首先来讲，空调，哎，还是跟原来一样手扳啊，这个质感我真的太喜欢了，我都不行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啊，然后就是这个，它把这个音量键啊变成了一个物理按键了，得以保留了，剩下的所有按键和中间的超大屏幕一块变成了一个。哎，触屏的感觉，而且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清晰度也是异常的高啊，大概就是这么多。其实要聊到配置，我一直觉得保时捷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一个你想花多少钱买都可以配出一个你喜欢的样子。那没错，在里面呢它要分成三种大材质去给你做，就是什么碳纤维全车覆盖件，真皮怎么选。真皮的话，您现在看到的我这台红色的内饰，我是花了7万块钱选的波尔多红皮内啊。但是如果您不花钱，您只有黑的、这个米色和灰色这三种特别丑的内饰颜色供您选择。但是呢，它特逗，它在官网上给你写的是什么啊？就是部分真皮。那到底有多少是部分真皮？这东西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底下有一个超真皮的一个内饰，要8万块钱，所以我只能现在想一想，他说部分真皮是不是1%真皮、99%人造革呀？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内饰里基本都是遍布着这个铝合金的材质的这个铝板，那我不推荐大家去选这个，反正就两种，一个就是碳纤维符合年轻人，一个就是真皮的内饰符合商务用途。那之后我还希望大家去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顶子，
这个顶子你可以看到它是织布顶，它看起来的特别不像一个200多万左右的车。那您需要花3万块钱去选择一个阿甘塔拉包裹的 A 柱、B 柱、C 柱、D 柱的一个大顶，它是麂皮顶，您需要花3万啊。哎，它这几块呢没有按键，这是一个预留位，知道它叫什么吗？叫 Home Link。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干嘛的？就是如果您是一个顶级土豪，您的家里有自己的车库门，比如说您是一大 house 那种大别墅啊，它会有一个跟您门相匹配的一个电子系统。这么着，你在车里的时候，你可以叭一摁，你们家门就开开了，你就开进去了。所以记住了啊，兄弟们，如果你看见哪台车里选了这仨键，就证明这哥们儿虽然开着200万的车，但他估值住着1亿多的大 house 啊，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帕拉梅拉的这个上面这个置顶的这些造型的按键的质感，我是非常非常的得给他点一个赞，就是他这个车的质感不愧是百年造车老大爷啊。那当然了，这个也可以通过它的辨识度的清晰程度来看一眼。它用了多先进的一个摄像头，也是用了多先进一个照相机啊。当然这个您也是花钱的，这个是什么配置？这个就是全景摄像头，哎，有一个360度环影和一个雷达。这么着，就算你是很长的车身，你依旧可以不刮刮蹭蹭，你也可以很安全。 OK， 那保时捷也是在进步啊。在原来呢，他们只有 Boss 可以供你选装，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了更为高级的柏林之声。你知道那要多少钱吗？那要10万，这个 Boss 它要2万。但是就算是保时捷的 Boss，它依旧有一个完美的音响。是，虽然说贵出了这个比普通的帕拉梅拉99.98万贵出了30万，但是这30万也买了这个腿部离前面得有一个30厘米的这么一个长轴的质感。我可以想想，我这么告诉大家啊，虽然这个车顶部的空间非常小，但是因为它整体的这种溜背型的造型，哎，感觉会特别的棒，但是它顶部空间确实小了点儿。那后排也当然了，有了老板座的调节。其实这个车说实话，它并不会定性为一个非常非常商务的车，因为它从它的造型、它的这个动力总成和它里面的这种科技的质感来讲，它就不是一个老板车，但它更像是一个白领车吧。我真没法给大家去定位的，因为这款车真的变化太为多端了，所以才导致它在中国市场卖得这么好。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那种变态种的需求，这车好像真的都可以满足你啊。大家随着我来到了后排啊，后排也是3档的这个座椅记忆，那要比前面多2档，我觉得这个更加凸显出对后排商务的照顾，尤其是后面这个超级大屏幕的这个分区空调和这个媒体互联系统，它完全是完完整整的复制了和前面一样的这个多媒体互联的操作啊。你可以看到这一大条，从我这个视角啊，从我这个视角往前看，哎呦，了不得了不得，真的好漂亮。那当然在后排呢，它的配置呢就肯定不如整体的配置多了，它有隐私窗帘啊，有一些这个小梳妆镜的一些小配置，多的呢也不会太多了。但是啊，我一定聊重点了啊，我觉得太坑了。如果您要有这个后排娱乐的这个需要，就是说您后面这个座椅后面这俩电视啊，反正肯定是价格不菲啊，你买2个 iPad 2万块钱以内搞定的事儿，保时捷就要你5万。但是没关系，你说没事，我不装，我原厂不选，我出去装，根本不可能。你可以看到这个后座啊，这个后座这种东西，你跟没有任何地方是给你搁支架的。但是如果您想出去装，我还是得挣你5000。怎么挣？我给你留一个后排娱乐的原厂复合位，让你出去能装东西。真黑呀，太黑了，要不然保时捷挣钱了啊。所以说呢，今天其实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已经对帕拉梅拉的这些
配置有了一定的认知。其实我这个视频今天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深，也是非常非常细。其实我也是为了让那些准备有购买新款帕拉梅拉打算的兄弟们，在买车的时候别被坑，在选配置的时候能多选一些啊自己喜欢的而又实用的、性价比也是特别高的配置。所以今天聊了这么多，必须要选的就是一个 Sport 组件，就是 SC Kono SC 组件，还有一个内饰的一个7万块钱的波尔多红内，反正我是特别喜欢。之后包括保时捷全新的 LED 照明系统以外，剩下的东西你都是可以看着来的，根据你自己喜欢 ，as you wish， 好吧？那欢迎收看这期的韩范，别着急，帕拉梅拉这款车我特别感兴趣，下一期咱们继续聊它的发动机动力总成的表现和它的路况的反馈，到底这款车是更偏向于开着的车呢，还是更偏向于坐着的车？咱们下期见啊！